等等。看到没有？25万了，你看。35万了，卖完了。没位置了，老唐。就是100万来的，现在130万了，将近。对呀、啊，你每次都是100万嘛，怎么样？妈的！这你看到厉害吧？这是28万呢。嗯。啊。小时就已经全搞定了，大楼都不止了，已经是。啊，好的好的，今天全算我的了。好的，好了，今天就差不多完成任务了。完成任务了，没有了，嗯、没得看了，不用看了。那你到底是买几种？就是说你买了欧元和这指数对。今天这个更名任务就完成了啊，没有了。已经完成了，已经是。你再看就看，像做普通电费那样做。啊，不不不，我他这个细节先我那边顾的好，细节。季节可以做，欧元呢赚14万2000，这个油，这支油呢就是那个 crude oil， 就是那个清油啊，嗯，就是那个，今天讲的就这个油啊，原油，哦原油，对，一个 light， 一个是 crude oil， 嗯，这是 crude oil， 这是 light oil， 然后呢，这是澳大利亚元赚的不多，我平时呢都是。买澳元、欧元这个多，那个付2000是哪个？付2000块钱呢，就是买那个欧元的那个，哦不是 ，ES， 这个 ES 呢其实是。非常感谢，今天、啊、谢谢，今天我们回家了，那我们就可以回家了，不看了，今天。这里聊聊，明天再来看嘛，又要连续5天不是？我明天没位置了，明天收钱了。因为他有一个感觉，他坐到这个地方，就是不是能坐的时候就不要坐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只要赚到钱就好，赚到钱就好了。我就想他一个经理，你30万，他投进去多少钱呢？咱们这儿这儿此刻啊，这儿是吧？投入30万。现在很多人看不明白。
他说这是净利润百千万十万，他说这是净利润，你跟今天赚的是，还有他投进去多少钱？就进去多少钱？进去多少钱？他刚才说了一下，哪个时候再投？2万块钱，进去2万块钱，会不会？那那他这是应该是他进去的，是不是？那进去30万赚32万也不对呀，不是。这孩子没搞明白。1、2、3、4，还是应该讲解一下，你不让他听完了今天。1、2、3、4。这个呢，做现场交易呢，是非常难的事情。难的在哪里呢？是第一，这个市场因素很多，对吧？因为这市场不是以我们一直为转移，为还可以讲情的，没有层面的这个事情。另外呢，这个市场也是残酷的，它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，对吧？所以的话呢，你要能够，就是说，在一个月之前，假如像我这样，啊，就宣布今天做交易，那我怎么知道今天就市场就这么涨的，是不是啊？还有些人就讲，你刚刚选到这一天，我说我怎么知道这个？其实我们是每天都赚钱，所以我无所谓选哪一天。第二呢，其实呢，你说我们，因为各客户赚钱，大家都看着的，就是说，很多客户把他经常三不三就跑过来了，因为他的钱了，他不像网友可以乱讲讲就可以的，但是客户他对自己的钱，他是要非常认真的，对吧？他这自己的钱呢，他就有些人是把所有的财产都放在上面了，所以呢，你知道他的考究是多少的。有些客户呢，对我们的考究呢是上10年。他说我知道你10年怎么就，是吧？也有些客户呢就是几年，但是无论是长还是短啊，但是他们对自己的钱是非常非常的认真的，一点都不能马虎的，这是一个事情。第二呢，实际上做我以前的时候呢，前面有几次呢，我们做交易的时候。我们原先的美国客户来了，一来他就要看，因为都想看了，但是你说让他看还是不让他看呢？你让他看的话，大家都在一起议论一下，我的精力又分散了，对吧？那真是你本来是长信将军，最后搞半天有一个不对，你99次是对的，他有一次不对，他说你骗人的，啊，是有问题，哈哈，那你说这时候就说不清楚了，因为这个人家挑你的毛病，你就。对吧？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数学啊，它不是代数，对吧？什么东西都是准确的，因为这是一个随机的一个过程，并且呢，实际上你操作的时候呢，它是一个心理过程，对吧？很多东西就是受心理因素影响。对，这心理因素。因为在这个里面，你大家买卖，你看这一下子，对吧？我们刚刚卖的时候位置可能是最高的位置，我们就出来了，就是。所以的话呢，其实我们很大的程度上，我是。因为刚才，因为我也是最近才发现这有个图，其实我是不看图。你做生意的人就是买卖，对吧？买卖就是你在任何时刻下买什么东西值还是不值，这个很重要。那我在今天这个时候，我想的话，这个你看那个欧元嘛，它从1.47的大概是掉到1.29，因为它开始从1.26涨到1.47，那。在2个礼拜之内啊，非常的快，然后呢，又从1.47，从一个月之内又掉到1.27，就是这么来来回回，就是，啊，但是这个钱是很多的，因为很多人呢，他就你买的欧元，假如1.27买了以后，他1.45，他又1.47，他又没卖掉，然后呢，他今天一看，哎，是1.29，跟原来买的差不了多少，手续费都不够。所以呢，我们呢，其实呢，就是1.26买进去以后，对吧？我们可能1.36、38就走掉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还走到1.4。